Hello，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都起床啦。都快中午啦。啊，中午啦，那是因为你，我早上早就起来啦。我是代替我早上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可以两个人一辆车吗？有大点的车吗？没有了，两单啦，太重了，安静。太重了，他吃不消了，他说。多两辆。这个是怎么玩的？半小时30，一小时60。啊，半小时30，然后就带我们兜一圈。啊，带你们去喜欢看这个壁画还是博物馆？壁画了。啊，壁画可以。可以壁画，然后最后给我半个小时就够了，然后给我们送到那个蓝屋好吗？蓝屋啊，可以。最后给我们送到蓝屋好吗 ？OK。那我们就只有两辆了，一辆他踩不动了。OK， 不拉。不拉，戴着耳机啦，他听不到啦。不拉不拉，那个人叫。不拉不拉。我们走过去了，走过去，我们去看看那个不拉。那个不拉。不拉，什么都听不到。啊，哪辆车啦？啊，这里一辆，那你在这里，我去坐不拉的车。我问问不拉，不拉。你会讲中文吗？我们在 English。那你就 English 啦。我可以跟他聊聊天，让观众了解了解。他只会不拉，只会 English。啊，不拉不拉 ，My friend's name 不胖，不胖啊。你叫不拉，他叫不胖。我们走，好，我们走。车子会不会翘起来呀？不会呀。哦，那我坐了。哎呦，真的花都给我准备好了。好，哇，发财了！这绝对享受的就是东南亚大富豪的体验，是吧？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小亮。小什么？小亮。响亮啊！响就是泰国。响就是泰国。啊，泰国人响亮。响亮。但是我不是泰国人，这里人。你不是？因为我一点点像泰国人。哦，你有一点点想泰国人，像泰国人是吧？所以你叫响亚，响亚，哦，这个发音好难发呀。这条叫槟榔路啊。全世界有名的。哦，全是最有名的槟榔路。哎呀，这个垫子，你的这两个花是真的吗？假的。哦，假的花，好。对，太阳一晒就没有了啊。这条叫槟榔路。好，我现在就。什么比较多啊？店头啊，就商店比较多是吗？哦，这叫店头。哎 ，my friends， so big， 好大只是吧？我的 friends 他不太想拉他了，说是太胖了是吧？当兵时你要买票进去的。我们在那里订了午餐了。啊。我们去吃饭。OK。我们去当兵室吃饭。啊，他说当兵室。时间买票进去。对，所以吃饭就可以进去啊。嗯，好，谢谢。对，就不听你叫什么，我又忘了。想嘎，想嘎啊，想嘎哦，想嘎，好难记啊。那个不拉多好记是吧？他们那辆车特别好记，不拉不胖，特别好记。我们这辆车就比较难记了。我们吃不起。很贵，吃不起。我们是游客啦，在家里我们也吃不起，出来玩玩就可以吃得起。那你就是马来西亚人呐？ 啊对。你是什么马来人，还是什么族？你是什么族？我算是华人的。哦，你也算是华人的啊。出生不好，我是孤儿的。哦，你是孤儿。我母亲不知道是谁。哦，那你怎么知道你是华人呢？照顾我的母亲是华人。哦，照顾你的母亲是华人，所以你就认为自己是华人。我是客家广东。哦，客家广东，好。这里福建人比较多。福建人比较多啊。啊，对。嗯。也是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广东啊，长一点点广东。这里叫牛肝东啊，牛肝东这条名啊，这条街是吗？叫牛肝东啊。啊，对，这条路也是有名的路来的。也是有名的路，牛肝东，哇，名字都不太好记啊。我现在我坐着这个，就感觉有没有觉得贴地飞行？我在这个地方，贴地飞行就贴着地往前走。那壁画是，你知道壁画是谁画的吗？全餐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有画的、红毛人比较多。红毛人是什么人啊？外国人。哦，外国人你。啊，英国也好，美国也好，
你们都叫红毛人。哦，他们头发是红的，你们觉得是吧？所以叫红毛人。对，我叫红毛人。那红毛丹跟红毛人有关系吗？啊？红毛丹呐、啊？红毛丹没有关系。啊、哦，没有关系是。红毛丹是拿来吃的。红毛丹是拿来吃。甜甜的。甜甜的。红毛丹和红毛人没有关系。啊、我以为红毛人长得像红毛丹，所以叫他们红毛人呢。不是的、啊。不是。你现在就是顶着大太阳在给我开是吗？给我踩，它有没有没有太阳的巷子可以拐进去开呀、啊？好晒。太阳晒晒没关系。因为你是没关系，你有个伞呐、啊，你的伞遮着你不晒呀、啊。我盖下去你就看不到风景。啊，对呀、啊。只看路罢了的。对呀、啊，那我、啊这个、我没有的挡啊，哦，这样就带劲了，哇，马上就凉快了，这里就有壁画了是吗？啊，对。哦，蒙娜丽莎在喝酒啦。哦，蒙娜丽莎在喝酒，我可以下来看啊。哦，这个是玛丽莲梦露在牛肝东啦，就是这条路叫牛肝东。哇，这个哦，憨豆先生啊，我都认识啊，这几个人我都认识。哦，贝多芬啊，贝多芬，这是贝多芬啊。哦，这孙中山啊，孙中山也在牛肝东啊，都在牛肝东。哦，这里的人我都认识啊。都认，他们都不认识我。哇，那个大哥已经累死了，在那个地方要买东西喝了。他不行了，他受不了了。那个，他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不辣，对吧？两兄弟失散多年的，这个叫不胖和不辣。那你呢？啊，我的这个叫，我又忘了你叫什么。响亮，响亮，响亮，好难记啊。响亮，响亮，你们叫泰国叫响啊？啊，对。哦，泰国你们叫响啊？为什么要这么个发音？因为我是泰国人，我是马来西亚的。我知道啊，但是为什么泰国要叫响木？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叫法。No， 他链条断掉了，链条断掉了。OK 吗 ？OK 啊 ，OK OK 哦。要跑这个壁画街跟新洲桥半个小时不够跑。我不要去新洲桥了，我们就壁画的周边看一看就好了，然后给我们送过去就 OK 了。这个什么壁画街要不要去？壁画街很远吗？远，如果您去那边要一个小时。啊，那就不用了，我们就周边逛一逛就好了。Okay, okay. 好，随便逛一逛。太辛苦了，真的是，是吧？你是中国的？啊，我是中国，但我在泰国生活啊。嗯，中国人是讲惯。惯？什么叫惯？惯就是到处跑跑。哦，逛逛啊、到处逛逛，对，你们叫跑是吗？啊，中国人是讲逛。所以你们比我们急啊！你们都是要跑的，我们是逛啊逛逛，这里到处看看啊，到处看看，到处跑跑啊，到处跑跑啊，叫到处跑跑，逛逛对。你们中国叫女人是叫美女的，对，我们叫美女啊，你们叫什么？小姐。哦，小姐啊！中国人不喜欢叫小姐，我们不能叫小姐啊，我们叫小姐，她是特殊行业啊。啊，对。对，我明白。所以你们叫小姐啊、台湾也叫小姐。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多加一个姐，就叫小姐姐，就好听了。小姐姐就比较好听了。是老旅社来的。哇，老旅社现在还能住吗？还有。燕京哦，燕京旅社。现在最少要300块了。哦，以前是30块，现在300块。啊，对。你的这个以前是多以前了、啊？多少年前了、啊？这个。啊、这个很久了。50年。超过了。哦，我说那个时候30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30块的时候是2000年。哦，2000年的时候只要30块。啊，板的。现在要那个了，要300块了。这个叉烧烧肉饭好料的。哦，这个他说好料啊。嗯。很好吃啊。当然。它离那个远吗？离我们的那个远吗？就是那个、这个、那个蓝屋，离蓝屋远吗？离蓝屋啊，你会跑就不会远。我会跑就不会远，我走的话就远是吧、啊？逛逛就很远。这个海南鸡饭也是好料的。哦，也是好料，那我还吃得过来吗？每一家都是好料。嗯，这个也不错。也不错啊。满满人的。不错吃是吧？嗯，12点放满的。嗯。嗯。哇，我要是这样带着观众你们跑，太阳是我在晒，风景是你们在看，是吧？我真的是对大家棒棒棒，真的是棒棒棒。这是酒吧。哪里是？哦，这个是酒吧，我看出来，眼睛不瞎都能看出来，这是酒吧，台歌都写在上面了、嗯。白天不开，晚上开啊。哎，夜晚。嗯，好。哦，番禺会馆呐、啊，番禺会馆，这个都是广东人了，是吧？广东啊、福建啊、福建，差一点点广东。哦，差一点点广东啊。有福建有福建。有福建有广东，番禺不是广东的吗？番禺、啊。我是客家广东。啊，你是客家广东。我住的久了，我会讲福建话。啊，住的久了就会讲福建话了。这里左右两旁都是酒吧了。啊，都是酒吧了。哇，哎，老外坐公交车了。
这个用 Touch and Go 可以刷吗？这个它的办法是，它有号码。它有号码。你去哪里号码？它有一家 CAT。CAT 是免费的，不用付钱的。CAT 外国人也不用付钱吗？不用。这么好？谁都可以做。它是旅游的吗？转超市机一个钱。什么？跑到 supermarket 逛大。一个大圈逛一个大圈 supermarket 到船头，这里两边中中酒吧来的夜晚开那我们住的地方很热闹啊，晚上我都可以出来逛逛，是不是？刚才你那边下来呀？你的那个李氏下来对不对？对，你跑下右手旁那个巴先生你坐那个 CAT 最多是15分钟他来一家的。哇，是啊，他带你逛超市地到超市，超市地超市近这里到处逛到处逛，逛一个大圈逛一个大圈，到码头呢你要逛一下也是 CAT CAT 就可以回来，不用钱的CAT 他又到回来是逛到夜晚12点逛，哇，这么好，不用付钱的这个太好了。你这里看这里的风景这里的风景啊，顺情连心里，这里就是很多很多这种华人的店老店对呀，这种老房子现在还有人住吗？有钱，他们有钱人住另外一个地方。有钱人住另外地方，然后这个房子就空着了，是吗？你要租金，你给他咯，你要做什么生意？你可以付租金。行情不好。行情不好就租金很便宜吧。可以开店，开旅社。哇，这里的修电线。槟城马来人多吗？马来人、印度人，另外一个地方，就都是华人比较多这块区域就是华人多，华人多，然后印度人在印度人的地方，马来人在马来人的地方，里面还有一个小印度，因为半小时我们不够跑半小时不够跑，没关系，我们先去吃饭，吃完饭下午没事情，我们再来找你们，好不好？你们都是在这个地方摆在那里嘛，是吗？有空我就找你那。比如说我要到哪里去都可以找你们的车去，是吗？可以太好了，就相当于是 taxi 了这个是俄罗斯小姐换的这个是俄罗斯小姐换的俄罗斯小姐换的，这个画的是印度吧，印度人吧，在划船呢，应该是印度人在划船。他们画这个的话，政府允许他们画吗？他们可以他问过这个住家可以画，他就画了。政府不管，就是这个住家允许就画。这还是蛮对的哪有什么城管是吧？来管这些市容市貌，多好看这。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哇，这两个老外拍我，我拍他们。他们说这个房子上的这个门头他们一般来说都会写自己的家乡的名字我从哪里来，这个肯定从汾阳来，但是汾阳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们写这个号叫什么我反正不是特别明白，但是我就知道写的这个是他们自己家乡的一个名字，一个别称可能是。哇，他还很多熟人你跟他很熟悉那边你路上好熟踩三轮车的也是踩三轮车，所以都认识是吗？熟悉的了天天见面，大家都是同行了右手房这个300块也是旅社这个也是旅社300块24小时24小时旅社300块300块都是300块左手旁这个700块这个也是旅社这个门是古董门了的。哇，以前老人家坐下来，现在失传。失传了。他的前门在那边。这边是后门。对。前门在那边，这边很贵这里700块。好贵700块是。中午12点到明天中午12点。对对对，12点到12点，700块。哇，走街串巷这样走走也蛮好他们这样半个小时才30块钱，不贵比那个索道划算，比去那个这里很多喝酒现在长期住在这里的人多不多？就是常住的居民多不多？也有一般都老年人多了吧，可能年轻人都到外面去租房住新房子了。到处跑的比较旅游人比较多到处旅游都所以做生意的人也有是住在这里。当然还有旅游团来这边旅游团来这边新加坡船各国船哪里的团都有他们慢慢到处跑壁画街跑壁画街比较多
这边就是卖拜拜的东西吧。哎呀，这是个印度庙吗？像神嘛，有个，这个是个印度庙吧？啊，这个，是观音的，他观音有个故事。哦，有个故事啊？什么故事？他是人参，大降头。大降头，大象头，对，人参大象头。嗯，看到没有？哎，他们跑步干什么？他们在干嘛？吃免费的啊！啊，吃免费的，哇哇哇，都跑过去抢啊！抢什么？观音庙200年了。哦，这个观音庙200年了。他们在抢什么？吃的。吃的？排队呢，不用钱的。啊，不用钱的，哪里来的呢？他们是做慈善。哦，做慈善。没有钱。哇，有人就在这里发吃的。对，有人在这里发吃的。裤袋没有钱，你吃不完的。哦，裤袋没有钱，你也吃不完的。早上又来，下午又来，哦，又来的，就来发吃的是吗？他们老人家没有做工了。哦，吃不完的不用担心的。啊，吃不完不用担心，就是每一个做善事的人就到这里来发。哦，每天会有好多来发的。哦，是这样，观音庙。这里是小印度。啊，这里是小印度啊？哪里？有是这个。哪里是小印度？就这一块区域都是吗？啊，哦，这些都是小印度啊。从到尾到下面通通小印度。哦，这里就。华人店有一点点罢了。啊，印度人很多啦，这里。嗯。啊，这些店都是印度店是吧？啊，这个话就。吃的是印度的东西了。啊，对。哦，是的，上面画的这种都是印度服装。哇，这个车你们坐的话一定要戴好太阳帽啊，好晒啊！你要不就晚上傍晚坐，昨天我看他们傍晚坐得很舒服，要么就一起早。起早来做也不会觉得特别晒，像我现在中午这个时间，就陈老师起床的这个时间，我们要来做的话，就实在太晒了。嗯，啊，这个就是华人店了。啊，对，因为都是一点点华人店。啊，一点点华人店。右手旁下去，通通印度店比较多。啊，这边全是印度店是吧？啊，对。啊，印度人起床也很晚呐，这么早还这么晚了还没开门呐？啊，他们好像老板这样的。老板都是这样的，整10点才开门的。要整10点才开门。嗯，那现在都快11点了。他们开的也很少啊。哦，这个是什么？五世家庙。哦，家庙。王侯世泽，忠孝家风，哇，厉害啊！五帝庙。五帝庙是关老爷吗？也不知道啊，应该是关帝庙啊，关帝庙啊，那个五帝关帝吗？五帝和关帝不是同一个人呐，啊，因为他是用武的嘛，用武的，哦，这边就全是庙啊，这一条全是庙啊，哇，也很卷啊，福德祠，香山会馆，中山会馆，哇，这栋老房子也很好看呐。好，这边过去就到那个啦，就到蓝屋啦。好好，好朋友贸易公司呢，这个名字取得好，好朋友。所以这边就是旧的建筑，前面就是新的建筑。你看那么的高楼大厦也在那边，新旧结合的一个城市。像槟城，其实你说高端现代化的那种大商场也很多，然后它的这个古的街区保留的也真的非常好，好喜欢，就喜欢在这种古街区里逛逛。来，这个墙要是谈好了，我要画，他们允许我就可以画，是吗？可以，你要问过住家啊，就问住家啊，可以画就画啊，同意你可以画啊，跟政府就不用管，是吗？不用去审批，就直接画就好了啊。跟这个住家，对，跟他讲一声可以没有啊？明白了，这个是个什么建筑啊？这个叫耶稣教堂。哦，耶稣教堂200多年了。哦，也有200多年。它成为博物馆了。啊，现在是博物馆。啊，成为博物馆。但是他有聚会。他星期六、星期天还有聚会的。哦，对对对，做礼拜啊，嗯，做聚会。他要装修什么？不知道前面。对，前面在那里装修。啊，这里就印度人就比较多了，路边就看到印度人。所以，人啊，都是一个群居性的动物，然后就是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住在一起，就老有人还在那个地方说什么混入主流，叫什么
主流社会，主流社会，我上次我就在说什么叫主流社会，你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是主流社会。那你说印度人混印度的圈子，他们没有混入主流社会，华人混华人圈子没有混入主流社会，那你连马来人都混马来人圈子，他也没有混入主流社会，那主流社会哪里来呢？主流社会不就是这所有人在一起就称之为主流社会了吗？对不对？你要是说那些什么达官贵人那些，那叫非主流社会，主流社会就是普通老百姓在一起就是主流社会，是吧？非得说那些是非主流的，对吧？对不对？你说对不对？ 对啊，说的对。哎，这边我好像来过，哎，这边好像有个星巴克的，好像这个附近。这个叫红毛路。红毛路啊。门堂的，去到格勒逆心湾仔角。啊，就是外国人比较多，以前这里是吧？叫红毛路。那边比较多，它名叫红毛路。名叫红毛路。右手旁这个是法庭。这个是法庭啊。现在还在用是吗？还有。哦，现在还在用。法院也在装修，都在装修。哪个？前面的。最高的吗？圆圈的。有个圆圈的，对，看到了。它会转。上面那个是旋转餐厅是吧？会转。可以去吃饭是吗？它转很慢。可以去吃饭是吗？什么都有了。那肯定要转得慢啊，转得快人都甩出去了，唰。这样转人不是都甩出去了吗？全世界第一间真有了。第一，全世界第一个旋转餐厅啊！不会转的。真的。外国有了。现在别的国家也有了。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旋转餐厅。对。这么牛，所以槟城当年是多么的繁华。对吧？你看看这种建筑，看看这种建筑。这个是博物馆，它装修。也在装修。现在流行装修了，对不对？你看槟城真的是第一个旋转餐厅也在他那里。太厉害了，东南亚首富也住在这里是吧？都喜欢选这里。好，到了，给我们送到蓝屋了。你认得你的酒店没有？我认得。这里跑下去转，右手旁。跑下去右手旁。右手旁就是看。就我们的酒店了啊！我要找那个，我就来找你。陈老师，钱在你这里吧？好，给我吧。好辛苦。好，不用找了。OK。不用找了，来。谢谢你啊，谢谢。你打个电话来。好，有事我就给你打电话。你看不到你打电话，但是2点我不得空。2点没空是吗？哇，好忙啊！没关系，傍晚啊什么，我有空我就叫你啊。到3点，这样我没有空。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OK。好。好，再见。他叫什么来着？我又忘了。他叫什么？不啦，再见不啦。走了，进去了，曲江这个字我还不认识，什么派，真的是。我觉得像他们这种体力劳动的，而且他也没有什么想坑你啊、想宰你的这种，能多给就多给他们一点。对我们来说，你说10马币、20马币无所谓，对他们来说很开心啦，对不对？对。像这种就这样，像这种餐厅嘛，是吧？高档餐厅嘛，我们能省则省，是吧？我们自己省，稍稍省一点，10块、20块就出来了。对。我们进去，我们有预约了，我们这里有预约了。